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阮观世教会对客人真有一个机会，三个社会来到上帝、甲正人的面前，咱三个社会来敬拜主，咱三个社会来祈祷。创造天地主宰，你若是创造哪点？你要吃最关的天地。到底有什么款的神，是要用安尼态度对待伊所创造的？总是受阮的囝儿清楚，因为阮是你的百姓，我要活伫你的道路内面。有当时啊，阮歪纸；有当时啊，阮行伫世间，阮袂记哩。总是你提醒阮，阮逐礼拜有一摆，三甲做伙聚集来到你的圣殿。受到安尼提醒，讲原来你爱伊爱阮所行的道是啥款？你陪伴安息日，毋是要互阮休困，要互阮过一摆来认捌阮的身份。阮是你的百姓，阮要清楚，阮伫地面上所行的，是要符合着永远的道。这是你原起头所安排对阮的祝福。祝今仔日。阮会当用语言，会当用音乐、用非语言来做伙来敬拜你，求你的神甲阮每一个人伫底。在座有个人是第一届来到教会，总是阮清楚，若毋是你的声，阮无可能安尼，因为你出声创造宇宙万物，你无论伫倒一个所在，你拢存在。帮助阮今仔日，你带阮去全世界各所在。阮头前毛巾、墨西哥、美国、日本、阿根廷、西班牙，无共款的所在，互阮体会到宇宙万面拢是你的。阮活伫你的内面是何等的幸福！安尼祈祷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今仔日。现在主席，谢我们所有邀请，在咱总会所安排的日期，咱对圣诗内面来体会着无同款的所在。咱第一首诗来对希拉雅，第一首310首，甲第七首，这是口鼻教会的万淑娟长老吼，万长老，伊所写的书，啊，伊的先生对菲律宾过来台湾。啊！伊来台湾，啊，伊开始啊，上帝特殊的安排，因为咱若是对咱的会员来吼、学员来看的时阵，咱真侪人拢有染着希拉雅啊，咱在地阮厝边遮的所有的会统，所以咱先去关怀咱的本地，来去想着讲上帝的道对回应伊的听人，伊到底写是啥货？320首这里面第一句叫做“哇嘿”，圣诗里面无论倒一个国家，拢有用这类叫做语义感叹词，意思是符合着每一个情况。啊，结婚的欢喜的时阵，哦哇嘿，就是三个做伙人欢喜；悲伤的时阵，哦哇嘿，嘛是悲伤的。所以这个回应。哦哇嘿，咱做伙来吟吼，我手煞你得咧吟来。哦哇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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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哇嘿。
但是无外惜，啊，咱个带笑容来接这条歌，甲伊个歌词啥甲有关系，好无？哦，阿妹拢安尼扑过来，啊，来，来，来。因为伊发觉地讲，原来希腊雅遐个语言，甲伊伫菲律宾的话，伊有相同。啊，到当当时荷兰的时阵，因有甲四方音拢写做希腊雅的文，啊，伊读落，伊讲这个阮的文嘛，所以伊就开始写曲，伫小学搁顶头来甲伊文字、伊语言顶头赋予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因遐开始，逐年拢有希腊雅的文化节，啊，大西澳拢来荷兰的遐部分，哦，啊，即摆政府嘛开始渐渐在承认因的正面运动。你说下另外一首诗哦。兄弟，山林小路，我是小甲，看到上帝创造美好，有淡化，有无聊。咱用心来领受，领受。咱用咱爱来一遍，来。来回应，第三站来。
时甲你看我，我实在是无相款，因为咱清楚，伫创世纪的时阵，上帝讲就存在，上帝讲就成。有当时啊，咱伫地面上，你记得啦，咱拢习惯讲讲话是咱讲，咱要求啥话，拢是对人的出来，总是对创世纪的提醒咱。所以咱对在地的关怀的时阵，头先摕这两首，感谢在地的音乐家，感谢在地的信徒，伊写出回应上帝听的话。咱每一日拢清楚，咱活伫上帝稳定满满的世界内面，咱回应伊听，对圣诗来体会，圣诗实际上是祈祷，圣诗实际上是回应上帝听。咱在地有足侪无共款的民族，原住民也好，客家也好，大家知影阮台湾生来，所以571首，咱来体会到无共款的民族，伊安怎看到上帝的道，伊安怎解释甲上帝的关系。571首，主耶稣，爱有朋友，请充足你，爱有艰苦，你来的福。你照顾又好，主耶稣，我有朋友，请相助你，你比万人都过苦，辛苦耶稣，真很福哦。每一条信息足清楚，甲咱甲上帝关系来讲无清楚。咱透过无同款的民族，咱会当增加咱生命无同款的角度。咱阮即几个少年呢，来到遮，哎，无是咱要用台语来求。头先，要困进前，伫去你接头的时阵，伊咧讲哦，哇，真正是文化冲击，因为你著第几首著跳舞。伊讲，啊，台语毋是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啊，总是咧念遮第几首是？我感觉上帝的奥妙丰富咱的世界，毋是惊吓，因为清楚耶稣抱咱行，带咱行。咱来看331首，这是咱世界上最的遗产，对咱。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来讲，331首。
平行五度哈。歌词简单，但是足水。John Bell 牧师，我甲王牧师捌伫加拿大拄着伊，伊是一个真善的人，但是伊写真侪曲。我捌一届伫温哥华 Stony Church， 伊两点钟的过程，互我足自然就会当背足侪圣经节，毋若背哪嗲，甲遐歌会当塑造咱的生命，毋是咱在行，是圣神带咱三甲做伙来行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大观念主宰。
应来。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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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。所以咱台湾实际上有真多对苏格兰来吃，因差不多迄阵互日本人赶走的时阵，真多人拢得着马拉利亚，到伊一世人尾仔拢阿个是隔日热，阿是四日热，两冬就是伫遐做，伫遐发烧发冷，因为着要互咱的福音伫台湾，所以恁咧吟诗的时阵。到底你想想啦，是家伫这首诗内面，还是上帝的脚迹？伫咱这所有的过程，咱后拢会当得救的时阵，带满满的感恩。过来这首113首，加里文所写的诗，到底加里文甲咱长老会开始，迄、那个关系是啥款？伊强调上帝绝对的主权，伊强调万民该祭祀。我唔知咱的体会是啥款，有当时啊，咱还阁停伫马丁路德的这个部分，叫做信徒该祭祀，甚至有个人还阁停伫迄落牧师还是祭祀，无彩，无彩，因为加利福牧师收到上帝的启示，提醒咱每一个人，咱活伫上帝创造的内面，咱必注真侪祭祀，咱来。主，你是我的救赎主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Yeah.
三个人甲唱啊。福利真好，感谢上帝。城市内面有真侪全世界人足喜爱来用的。What a friend we have, Jesus！ 咱来借较新的物件，这是咱教会嘛，真新的物件。咱真新到对，小太太说多谢来给我，发誓的记住。Thank you.
上帝在咱的面头前来得真侪人，真侪咱的模范，真侪咱的榜样。圣诗604首，咱咧敬的时阵，除了咱咧想到出埃及记内面，摩西五经内面迄、那个刺皮无烧去，除了迄以外，咱嘛爱去想到高俊明牧师，甲保罗嘛相共，伫教会内面。咱清楚咱的信仰，咱的愿望是啥款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有当时陷落，咱家己无法度会当处理的物件的时阵，这首诗歌会当真做咱的提醒。这较是水，总是渐渐啊，感觉讲我移民去加拿大，开始听一挂中东的、伊朗的、越南的、黎巴嫩的。我感觉咧到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原来上帝是无所不在，所有的所在拢有上帝存在。
有当时啊，咱会看轻细汉囡仔，若是像耶稣来为着遮个弱小的人，孤儿寡妇、丧养的人，身上有残有残障的人，但是因敢毋是上帝的宝贝？伊敢毋是会当对咱生命会当有启发的？圣诗599这首诗歌是一个七岁的日本查某囡仔，伊当人是得着血癌，伊一个人目头拢夹夹，拢感觉讲，凯安呢？我这水的查某囝得着这个血癌，这个查某囡仔伊感觉讲，祝福我这个生命。实在是真水，所以伊写一首599诗来安慰因的爸爸妈妈，来安慰伊所有亲人，来见证讲生命伫上帝手中。我即马要离开啊，伊八岁半时阵离开，总是这首诗歌感动真侪人。耶稣会听，因为有耶稣会听。政治我家己的康复中，常常咱拢习惯讲，这是我较习惯的，这是我较依赖，所以常常因为安尼观念，咱就失去着上帝奥妙奇妙的安排。信息是上帝安排，是各所在回应伊的起来所在。嗯嘛，咱会当清楚，那亲像约翰福音内面所讲的，上帝的道。是四季拢存在，总是咱若无去听伊个声，咱若照世界个习惯，因为犹太人伊创世纪当开始，自己个开始是伫时，叫做有晚上，有早上。但是咱常常想着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所以咱要甲上帝偷一寡物件，讲暗时吼，咱用电话，我今咱来熬夜。无采乎上帝先做工，咱较回应伊个听，是先有稳定，才有咱个工作，毋是咱咧拍拼，较上帝来祝福，毋是安尼。所以对圣经对头到尾，拢伫教咱安尼，咱个圣诗嘛是互咱即个经验，叫做打开诗歌对即首诗袂了，总是渐渐啊，渐渐啊。开始用遐个旋律，
开始遐歌词，渐渐咱清楚讲，原来这拢是上帝祝福咱。但是伫咱面头前，我毋知咱经过今仔日，咱的内腔按摩啥款，可能今仔中昼会食啥物？啊，感谢上帝，予咱有安尼机会，三甲用诗歌，三甲用伊的刀来敬拜伊。继续咱来奉献。